现在全球积极推动 ESG 与 SDGs， 其实更早之前联合国即启动全球盟约 UNGC。 请问艾格先生，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永续议题的？时光回到1961年，艾格在奥地利森林里创立的第一间锯木厂，并设计了安全环保的生产流程，为当地提供合适的工作机会与绿色能源。60多年来，这片森林与居民孕育了 Ager。 Ager 是一家有着明确价值观的家族企业，全球盟约所制定的10项原则，包含人权、劳工、环保等领域，早就纳入在我们日常的工作流程，并在2020年正式签署这份企业永续契约。作为领先的木质材料制造商， Ager 从不缺席能让地球更好的机会。落实 SDGs， 重视人权、劳工与环境，提升企业内部凝聚力。你的一小步是地球永续的一大步。奥地利 A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，总代理威佐开发。